你好，这是一条充满活力的 Vlog。好困啊，不要死了。开呢。啊，这个我好喜欢啊，我很喜欢这个。发现路线吗？我们现在已经在耐克帮我订的酒店里，然后马上要准备拆开 Nike 送给我的大礼包，让我们看看接下来的几天我要穿什么。哎，我很喜欢这个，很多，这是一条运动裤 jogger。哇，这个好酷，这个很好看，但是。我会不会穿不进去啊？感觉还蛮小的。现在我觉得这件衣服对身材的要求有点太高了，我一会儿要去健身房。一条裤子啊，我很喜欢这个啊，这个我好喜欢，这个就是可以挂起来。OK。胸衣啊，这件也好看，这个好看。这是当时 Ambush 跟 Nike 的合作款吧，然后店里面瞬间就卖脱销的。Thank you Nike。刘姐，我们现在在大厅集合，然后一会儿会去活动现场。And this is Elle。Okay. Nice meet you。我们现在在场地的门口等着。然后我今天编这个头发编了很久。来拍一下我吧，有没有很可爱？来，这是撸姐，撸姐晚上的 look 跟白天没有任何区别。哎，要逼掉了，对不对？我们现在在耐克的 party 上，然后我不喝酒，我就只能喝一杯可乐下去。吃的我一个都看不懂。我现在终于结束了一天的行程，然后坐在回酒店的车上，哎呀好开心。其实今天我想说的是，关于这一场秀其实是给我震撼最大的，因为我在秀开始之前根本没有想到形式会是这样。看着这些女孩子，我真的感到了身为一个女孩或者说女人是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只要你有一颗热爱运动的心，热爱自己的心，爱自己，然后相信自己，觉得自己就是最牛逼，就是最美的。我觉得这种强大的自信真的会带给一个女孩子无与伦比的魅力。反正当时在台下的时候，我都差一点哭出来，我这样强忍着眼泪，我觉得这么大个人了，看秀哭还挺丢人的，然后我就一直在忍着，但是心里面真的非常感动。再说一句，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女孩能被生在今天的这个时代，我已经觉得很幸运了。虽然我们依然每天在批判着世界的问题啊和不足，但是相比曾经的女孩或者女性群体，我们已经幸运太多，相信未来会更好，加油 Girl Power。 听说我接下来去 Nike Training 的衣服已经被放在衣柜里了啊，是这边。看，这有张卡片。 Dear Mia, welcome to Paris. Thank you, Nike. 早，我快困死了。
行程单上写的是9点出发，一起去参加一个有点像训练一样的活动，就是大家一起 workout 一起健身，有可能会踢足球吧，反正呢很期待。现在训练前大家都在这边休息，然后很多穿耐克的人都穿特别好看。我们现在就到了今天的训练场地，然后今天天气超级好，然后我穿的是全套 Nike 的最新 training 系列，这是运动 bra 裤子，还有昨天我穿的 shorts。 OK， 其实我也不知道一会儿我们会练什么，但是现在所有人都在屋里面休息，一会儿我也休息一下，然后虽然特别累但是有点激动，一会儿开始训练。哇哇，这是每个人的名字吗？为什么有人叫I see mine， 这是我的 look。I heard that you've been gone, stuck inside a song. 我的天哪，这就要开始啦！看起来像那么回事吗？我觉得太心虚了，我根本不会踢球，一会儿肯定特别显眼。这是我们的教练们，好帅啊！非常有范儿。现在我们已经踢完球回到更衣室了，实在是太累了太累了太累了，很期待，有点激动。好久没有运动了，因为在欧洲一个月的时间跑10万周，一次健身房都没去过，所以刚刚这么一折腾给我累疯了。我一会儿要去健身房，准备回酒店。来来来，看一看我们早上呕心沥血那叫什么这个前面早上跑的早上跑掉的卡路里中午就一定要补回来，一碗两碗。我还没睡醒，我们在等司机来接。我换了一身衣服，然后换了个包包，也换了双鞋。我们现在去 Girls Talk， 然后听超模 Edwawa 的 TED Talk， 他会给我们演讲，但是具体的内容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我现在脑子一片混沌，根本就没有睡醒。这一趟行程超级超级长，战线从2月中旬拖到了3月中旬。我在欧洲整整的待了一个月的时间，从伦敦到米兰到巴黎，一直都没有回过家，所以我现在思乡心切呀，就特别想回去猛干一盆毛血旺。其实我是晚上11点的飞机，但是我特意早出发了4个小时，这样到机场的话我差不多是提前了3个小时，我能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来退税。鉴于之前我在欧洲每一次的非常不愉快非常不顺利的退税经验，我这一次我觉得我是做好了准备，留足了时间来准备这场恶战的。巴黎戴高乐机场的退税工作人员，你们准备好了吗？我来了，我已经呆了，我气死了。我每一次来戴高乐机场，这里都排了小100人吧。今天来一个人都没有，我来早了，好傻啊。女士们，其实晚上后将会为您播放安全演示。